mama.宫崎女士。我是青山，您一定还记得我吧？在探望池田先生的时候，还和您说过话呢。真对不起，我已经太老了，记性也不好。怎么会呢？真对不起，我真的太老了。请你原谅我吧。宫崎女士，我是青山小百合。她叫青山小百合，是我的外孙女。美惠子，不要让下一代再承受我们这样的痛苦了。妈妈，这个给你，这个是信一，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池田叔叔。有人来了。宫崎医生。这块疤你还记得吗？山花龙梅，对吗？山花龙梅，对吗？对。幸一，回自己的房间去，快进去，不许出来。听话，进去。多年不见了。多年不见不重要。他是谁？哦，你是说我儿子吗？儿子？嗯。这看起来你的生活不怎么样嘛。你看起来也没怎么变嘛。你还是跟这么个笨老头子在一起吗？哎，哦，对了，我是有事儿才来找你的。什么事？签字。我们一直以为失踪的家伙，他为了逃避审判，居然改名换姓，躲藏了58年。他要是不在我面前烦我的话，那我也就罢了，可他突然冒出来，还用总监的口气来警告我。我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请回去吧。那家伙还杀了我们的战友关泽，难道你忘了吗？可是他应该赎的罪都已经赎了，过去的事情现在没有必要再提了。既然已经赎罪了，那他为什么还要让我们闭嘴？为什么还不愿意把苍井岛的事公开？为什么这50多年来躲躲藏藏，一直装死？你赎罪了吗？我真是想象不出，
像你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喋喋不休地指责冈田君？你这老太婆，你这是在侮辱我吗？快签名，签名。不签，我不签。快签，我不签。不行，我不签。快签，不行。这畜生，傻瓜！别打他，傻瓜！别放手，建议。自讨苦吃，谢意，不签字，你自作自受。谢意，谢意。知道吗？他们找到了宫崎。那您打算怎么处理那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参加池田的葬礼了。知道乱说话的后果，你绝对不可以伤害他。为什么？这是我的命令，绝对不可以伤害他。他什么也不会说的。惠子，怎么了？山花龙美，他实在是太粗鲁了。怎么了？你没事吧？是，我没事，只是杏衣受了一点伤。杏衣他受伤了？混蛋山花又干蠢事了。山花，冈田君，哦不，铃木君。山花龙美说，他刚才说他要去告发你。嗯，知道了，明天我会来看你。这个神经病。
什么？山花晕倒了？今天早上倒在地铁的站台上，他的气管炎、哮喘病又犯了。啊，明白了。池田死了，山花又出事了，下一个喂。我是宫崎。哦，是冈田君。是，是山花龙美啊，在哪儿？是，池田叔叔来了。哦，是这么回事。池田叔叔，叔叔，池田叔叔，池田叔叔，池田叔叔。那么冈田君不必为我们那么担心啊。再见。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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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一。杏一，美惠子，怎么会是这样？刚才我听警察说，他是为了捡这张画掉到河里的。对不起，现在要做尸检了。心脏没有问题，没有必要做手术。
对不能说出去，不管是谁问，你也不能说出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不想死。郵便配達員の鈴木君が殺されたわ。あなたの部下がやったのよ。幼稚的铃木被人杀了，是你们的人干的。犯人は残忍極まりないわ。彼は何も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ただの配達員なの。这些人太残忍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杀一个邮差，就让你们看到了残忍。配達員殺したからって残虐なの？そうよ。だって彼には何の罪もなかったじゃない？他是无辜的。那么大个里小瘦猴是不是无辜的？大个里や小猿だって罪が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そうよ。その通りよ。だからあなたの助けが必要なのよ。こんな水面下での争いを終わらせたいの？是，所以我需要和你合作，结束这场可怕的地下冲突。现在是你们日本人把我们这些已经放下武器的人再一次推向战场，我们在为生存和尊严抗争。武器を捨てた捕虜を戦場に戻したのは日本人だ。彼たちは自分のための尊厳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に過ぎない。でも周さん、現状を考えてみて。大勢の命を救うために今はどちらかが引くしかないのよ。周先生、你必须面对现实。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须让其中一方退让。退让？退让就能有活路吗？それで助かるの？とても小さな望みしか残ってい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その望みを捨てちゃダメ。即便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努力。希望，我的希望是能够有尊严的死去。神完整版高清精彩往期视频，一对一小女调教，线下同城约炮，一起来玩吧。我是中国人。我可以相信你吗？这是淞沪战役之后我得到的勋章，请你把它交给萧府大队长，并且告诉我的勤务兵卫三宝，让他
他们一切听从萧副大队长的指挥。这是淞沪战役的功勋章。淞沪战役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报告，接团座口谕，我部人员从即日起一切听从肖连长指挥。肖连长，您下命令吧。这是你们团长的军功章，他交给我的意思是要我们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是是，坚决服从肖连长号令。追查谁是叛徒了，情况十分严峻，我们必须抢在冈田完成部署之前行动。可以，我决定明天凌晨一点暴动。太好了，终于可以开战了。我必须提醒各位，隐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叛徒也知道了这个决定。不是我不相信大家，而是现在咱们处于十分特殊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冒着随时可能被出卖的危险那个该死的内奸合作。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同时又不可能把每一个人都当成叛徒，因此我准备采取一种措施控制局面。第一，从现在起唐山组织的成员都不许单独行动，包括上厕所都要三个人以上同行。第二，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每一个人的监视对象，就是说从现在起包括我在内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一旦发现出卖行为就地处决。是
7月15日，大屠杀之前，他们一定会调来重兵，所以明天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逃亡机会，成败在此一举。现在我来分工，总指挥是我。如果我牺牲了，由夏明远代替。是。如果夏明远牺牲了，由陈四妹负责。是。如果四妹牺牲了，由三宝负责。是。在乎是小神仙。我带领一中队先抢占制高点，四妹带领小神仙和上夜班的人负责炸毁攻势。好。明远、张德利带领二中队的人迅速占领弹药库，把武器尽快送到各中队，消灭山花龙尾的警备队。是。是。三宝，你负责营救大队长。是。雷中队长，你带领三中队把老弱病残都集中起来。是。可是现在有好多人都已经站不起来了。找担架，找木棍，一个都不许丢下。是。是。是。我不相信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会成为叛徒，但是严峻的形势告诉我们，对待任何人都不能放松警惕。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大哥报仇。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帮小鬼子们！我就是背，以后把团座背回送过去。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也不能证明自己。我愿意在战斗中接受考验。我要把这个该死的工程炸个粉碎。雷继承替我们搞到三块手表，我带一块，明远，你带一块。四妹，一定要记住，炸毁隧道，一定要把握好准确时间。是。弟兄们，明天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为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血战到底！血战到底！不会是他们，无论是明远还是子俊，都不会当叛徒，绝不会。爷爷说，这件事情不想再查了，可能他是又渴望了解事实真相，可又害怕面对真实的结果。他不愿相信在自己队伍里任何一个兄弟是叛徒。那怎么办呢？还查吗？没想到遇到这样的难题，查或者不查，对爷爷来讲都是残酷的，而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请问苍津岛沙川邮局是最老的那个邮局吗？它在战争之前就有了。太好了。啊，非常感谢。0789
82740。啊，真是太谢谢您了。小百合非常坚定，她从回忆录中发现了另一条线索，就是那个每天都来送信的叫铃木的邮递员。如果能够找到他，我要找一个，也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非常感谢，请你帮我找一下年纪比较大的邮递员。74岁，要74岁以上才行。找74岁以上的人？你说什么？那些人都退休了，请你帮忙查一下吧。是很重要的事，拜托您了，帮下忙吧。是，非常感谢。最好就是往劳工营送信的那个，好像叫铃木什么的。在日本，很多人都姓铃木这个姓。姓这姓的人简直遍地都是，我外公家就姓铃木。哎，找到了，太谢谢您了。有一个76岁的老人还活着，太好了。小百合居然查到一个当年曾在那家邮局工作的邮递员，尽管不是那个铃木，但是我们仍然抱着极大的期望。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一点线索都不能放弃。我的第6感告诉我，在苍津岛的邮电局里绝对会有我们要找的线索。什么第6感呢？我的预感能力是超强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不信你看着。好，我看着。先生，实在对不起，他们两位想要见您。他们是从东京来的。哦，不，一个是从北京来的。北京？是。啊，你从中国来，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找我，什么事啊？初次见面，我叫青山小百合，他就是萧逸。啊，听说您是这里年纪最大的邮递员。所以战争时期的事只能跟您打听一下。战争时期的事啊，战争时期那时候我还很小，基本上什么都不记得了。你们慢慢谈，要有事再叫我。那么当时在这一带有过一个劳工营吗？劳工营？让我仔细想想啊。是有一个。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您还记得吗？我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据说有个邮递员，那个邮递员每个星期都会给那些当兵的送信。你让我仔细的想想。是的，想起来了，有个专门给那里送信的人，因为他们要求是固定的人，所以别人是不可以随便去的。那么是谁专门给那个地方送信的？那得让我再想一想了。是不是一个叫铃木的人？是的，想起来了，是叫铃木，就是那个铃木专门去那儿送信的。
不过不知怎么的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那您知道还有谁认识那个叫铃木的先生呢？当时这个邮局里有七八个人呢，现在活着的只有我一个人了，除了我也没有什么人认识铃木了。嗯，那您能不能再说说有关铃木的事情？他这人平时不爱说话，没事的时候就在院子里骑自行车，一开始骑得不太好，后来就成了骑得最好的邮递员，再后来他失踪了，就记得这些了。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您想起什么请和我联系。你们就为了了解这些就大老远的从中国跑来了？他爷爷曾经是中国劳工，在那个劳工营里待过，一次暴动中虽然所有的劳工都死了，只有他爷爷一个人活了下来，可是他的爷爷现在也快要死了，所以我们想尽快的把苍井岛的事查清楚。是这样，真是太不幸了，实在对不起。喂喂，我是恒伟。恒伟先生，有什么事吗？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嗯，想起什么来了？那个邮递员的名字叫铃木创太。嗯，铃木创太。这是真的吗？就叫这个名字。怎么了？不会错的。啊，是，真是太谢谢您了。怎么了？恒伟先生，想起那个邮递员的名字来了。叫什么？铃木创太。铃木创太？是谁啊？那是我外公的名字。外公？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叫铃木的邮递员竟然是小百合的外公。铃木创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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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名同姓还是另有隐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丈夫来了。美惠子，你好了，我接你来了。哎，你外公他是邮递员？我怎么没听说过？您真没听说过吗？嗯，会不会是同名同姓啊？我倒是听说他战争时期去过中国，当过邮递员，那又怎么了？奇怪，您回来了。
我回来了。客房已经准备好了。辛苦了。真是的，我还是想回自己的家。对不起。不不不，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你就住这儿吧，啊，上二楼，走，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喂喂。哦，妈妈，外公在，请稍等一下。外公。啊。母亲的电话。啊。啊，喂喂，是我。什么？什么邮递员？啊，邮递员怎么了？邮递员，是小百合说的？啊，那么现在小百合在哪儿啊？不知道。听着，那你马上找到她，把她带回来。嗯。出什么事了？小百合去了苍井岛的邮电局，得想办法马上找到小百合，把她带回来。这么说他们怀疑了。嗯，外公，我出去一下。嗯。가시슈윤가지켜시타노우리삼보绝不给中国军人丢脸。お前が反乱分子の代表をやってたのか。是他们要用毒剂麻痹你的神经让你开口。他们不会得逞。